各位校员，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三个睏得好无？有影无影？睏得好诶，举手我看卖者。哦，嘛是，我那超过一半睏无好嘛吼。这正常哈。因为我差不多来这睏了一百摆有啊，哦，咱初级班68届哈，啊，搁有迄个高沙原住民班哈，有10摆，啊，搁迄个大专暑期班，安尼加起来我差不多一百摆有啊。但是我大概来第一暝拢睏袂好，所以我即嘛安尼爱睏眠爱睏眠，安头个戆戆，所以恁睏袂好应该算正常啊。因为我过坡了睏袂好啊。那么
大家真辛苦，因为咱的设备无遐好啦吼。但是为着台湾吼，啊，大家较忍耐呢吼。这敢若两暝尔啦吼，下暗阁困一暝，咱马上补要转去啊吼。好啊，为着台湾，咱的牺牲绝对有迄个价值吼。我得足庆幸的，就是讲，我有伫七年前，我就接受秘书长这个论述。你我较早是资深的民进党党员，党外时代我都拢咧看党外杂志啊，吼、哦。迄阵党外杂志不时在迄个警备总部，甲咱查考，吼、哦。啊，愈查考迄期，大家愈爱买，拢愈爱知影讲到底迄期是报啥物啊，所以警备总部要甲咱查考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今嘛要留两本较早的迄个《美丽岛》杂志，吼、哦。迄阵，民进党阿袂成立有一个《美丽岛》杂志，哦，美丽岛迄个政团这个啦吼，就等于民进党的精神啦。啊，那么民进党就成立我的家里边嘞。结果，咱迄阵作业嘞无唔对，但是到柯信荣、甲徐明德的时阵，一个讲要大胆西进，一个讲要跟国民党啉好一个咖啡，我都。心内就作袂爽，作不服个。咱台湾人，甲要三万个精英，伫二二八事件，迄个国民党借这个机会拢杀掉去。无啦，我是讲有记录个啦吼。啊，迄阵警备总部有讲，毋是警备总部，警务处啦，总警务处。这个咱省议员咧个质询的是，伊讲台湾人内底。有户口，但是无人诶，即个有差不多120,000人，吼、哦，即你讲即有影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我咧讲是讲30,000诶精英啊，即我即马讲诶，即是精英。到尾后壁过来白色恐怖吼、哦，啊，秘密暗杀即吼，加个100,000+有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么，呵我愈讲愈侪啊，呵，数十万安尼啦。安尼大家不会讲啊，自我解读啦吼。你要讲10,000的，买20,000的，买90,000的拢 OK 啦。好，主要就是讲，咱这30,000的精英是日本政府开50年才训练出来，这拢是会使讲是精英的精英，还有台调，这些人若无台调吼，你看一定造福台湾吼，偌济发展吼。科技啦，还是人文这方面的发展，我觉得足可恶。这中国人无把人当作人，无把人才当作人才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台湾的劫难啦，吼，劫难。哦，所以咱今仔日来这了解咱台湾的真正的历史、真正的地位，哦，咱就知影讲咱以后要行什么路，较袂阁行偏离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啊，所以。咱的牺牲，咱是为着咱的子孙，哦，咱这代若唔做，后日咧咱的子孙来讲，啊，爸爸、阿公因迄阵拢无拍拼，哦，所以咱卖对不起家己，也卖对不起咱的子孙，哦，咱今仔来遮是行着正确的道路，哦，啊，我想讲卖公开遐严肃啦，哈。啊，即马大家要讲讲，啊，无我来讲一个笑话吼，大家笑笑看较轻松吼，啊，精神看会恢复无吼。伫美国咧开这个医生，这个国际这个外科医生的研讨会吼，啊，开到下晡有一个下午茶时间吼，啊，有三个医生就做伙咧开讲，拢咧操蛋对啊。日本的医生就讲：“哦，阮日本的外科医术今嘛外进步呢？阮伫10年前有一个国校小学5年吼，迄、哦那个车规个手要搞到脆脆脆吼，阮、哦、用显微手术甲填倒转去。啊，这个到18岁时，世界钢琴比赛吼、哦、得第3名。”表示讲恢复了足好，迄手足歪。我就问美国讲：“哎、欸，哪有啥？阮10年前嘛有一个人吼，车脚
到甲嘴嘴嘴爱截肢，截肢了吼，我甲鸵鸟的脚甲移植倒去哩。这个奥运会比赛冠军，啊，我咱台湾这个企业讲，这哪有啥？阮二十年前有一个40岁人吼，他甲弄个破的吼，弄歹，我甲低个脑吼，甲移植入去，这个人今嘛伫台湾咧做总统。我这就是讲咱今仔大家活到这痛苦的原因啦吼。真的猪脑袋，这种弄这个一点，因为国庆日，家己用巨马吼，刺刺刀片的一款的巨马吼，家己围在内底，讲家己在内底咧庆祝，啊，甲咱台湾的这些人拢拒绝在外面，吼，他拒绝人民，啊，人民原来拒绝他，吼，所以有可能伊最近嘛做袂头，吼。啊，这讲一下，大家笑笑的哈，看精神较好未？啊，等下，咱郭牧师来讲台湾的历史哈。啊，伊这个郭牧师是专门咧研究台湾历史，伊出几啊本册哈。啊，咱这个买书找我这个小姐哈，咱的郭会长哈，以后你会再也找郭牧师的册哈，你若有兴趣。伊代清甲咱统治2013年哈。以后写一本册，啊，正式王朝以后写哈，几啊本哈，诶，大家再参考哈。啊，那么我昨所讲的这个台湾的地位、台湾的问题，啊，唔知各位听下有啥问题无？那么有问题再随时哈，啊，举手发问哈，来大家研讨看卖。啊，因为昨时间的关系，我讲不完啦哈，啊，所以我想我等下时间我来过来。给兼补充给讲过，给讲好完了呢。啊，另外就是咱中昼食饭的时间，做西装的人会来量西装。啊，西装是像我呢，一领上衣的西装吼，啊，两领裤。啊，查某是同款西装上衣，啊，一领裙一领裤，安尼5000块，这是量身定做的，吼、哦，照你的身材来量的吼。哦啊，这我个人认为真俗啦。尤其你若有想要去日本，啊，咱12月20到20日要去日本，要去见天皇，要甲祝寿的吼，一定爱穿咱这套制服。啊，所以你若想要去的吼，趁今嘛就爱紧做吼。啊，当然要去日本的一定爱有国际班的这些证书的人，才会当去，才有这个资格吼。啊，西装会像提早做，啊，国际班吼，咱有机会就来上哈。因为咱即马是每两期连续哈，咱即马逐礼拜拢有课，连续两期初级班，啊，就第三期礼拜就是国际班，安尼一直轮哈。啊，所以会当大家招家己亲戚朋友，会使讲像咧传福音，好康的道小宝来遮。一定把你头壳的粪扫清出来，吼，啊个正确的心呢，吼，一定倒入来。啊，咱这倒这是好的，好的脑，唔是倒低脑，吼。好啊，迄个我想电脑桌迄个台生，吼，我来讲张讲无了的哈。来，咱来看讲，美国伊所设的这个军事基地，咱来做对比哈。你看嘛，伫菲律宾有一个克拉克美国的空军基地，好，啊，搁一个苏比克湾海军基地，哦，那么琉球有加佐纳空军基地，啊，搁一个普天间基地，啊，过来古巴有一个关塔纳摩湾这个基地，那么咱台湾有一个青山港。空军基地，好，啊，你注意甲看，遮个所在所设个基地，拢是美国个军事占领地。啊，你注意看，菲律宾、甲古巴，拢是当初美国跟西班牙战争了，为西班牙割让出来，哈。
当然，即卖关岛嘛有一个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，哦，你看，这里我是无写入去啦吼。啊，所以你看这些土地，包括琉球，包括台湾，拢嘛是美军的军事占领地，哦，这是台湾甲琉球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吼，太平洋战争尾也签。旧金山合约，哦，虽然唔是割让，啊，是用这个是托管，琉球是托管，台湾是君主占领，哦，啊，所以为安尼来看，你就知影讲，台湾原来是美国君主占领地，伊才会当有这个权利带台湾，甲你设一个青山港的空军基地，啊，这个青山港空军基地，伫这个越南战争的时阵，是真。大一个运补中心、甲维修中心，因真侪飞行机，哦，那各种哦，拢来当当来青山港遮修理哈。过来，咱依照国际战争法的规定，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啊，这安怎讲呢？如果若无安尼规定，我安那安尼，那许人拍败，啊，你就拢甲主权。移转啊，拢占领起来，变作你的土地。那安尼，真差不多，咱地球顶完头一半是美国的领土啊。吼、哦，咱来看伊拉克做例啦，吼、哦。伊拉克伫2003年3月19日，吼、哦，英美联军去攻击伊拉克，吼、哦。啊，战无三个月，吼、哦，伫5月7日，就甲几个。伊拉克拢军事占领起来，吼，而且进入战役的占领区，因为甲海山拍入到迄个，迄个是个巴格达，吼，伊个首都嘛，巴格达占领了，啊，甲海山的同乡拢救来，好无？啊，海山早已避开，吼，迄个等于全面占领，吼。那么虽然占领。但是你嘛爱照国际战争法，唔是讲你占领了就规个伊拉克拢变你啊，就变作伊拉克的一州，无可能吼。啊，咱继续看。那么5月2日，联合国承认，英美的联军是伫伊拉克的临时管理当局，哦，就是暂时伊拉克的治理权是伫英美联军的手里哈。这等于讲当初。咱日本战败，吼啊！美国委托蒋介石的部队来台湾占领台湾，吼啊！甲日本的咱日本兵的武器收起，啊！暂时甲台湾的治理权交予蒋介石的部队，吼来管理，讲这意思。但是你看，6年后到2009年的4月30日，英军将旗撤军，吼、哦！英美联军的英军已经撤出，哈、哦。然后到今年，哦，2011年12月15日，换美军降级撤军，干那剩200几个人做伊拉克的这个军事顾问。那么美军，你占领伊拉克，嘛有替因成立伊拉克民政府，哦，伊家原地伫华盛顿特区的设立的这个伊拉克民政府，甲刷登伊拉克，哈、哦，也巴格达。好，啊，甲建款哦，开始搞这个伊拉克的民政府。安尼你注意个看，即差不多8年的时间，好、哦，美国开的伊拉克的军事费用超过3000亿美金，哦，即账面上看得到，好、哦，啊那账面上看袂到，我啊一倍以上，啊伊开遐侪美金，好、哦，竟然。发动遐大个战争，甲占领，但是伊拉克无法度变作美国个伊拉克州，袂当变美国第51州，就是因为拄仔顶员讲，军事占领袂使移转主权。哦，所以伫这个情况下，咱来过来对比，当下咱台湾，台湾向美国委托蒋介石，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甲咱占领68栋。将来无一个文件讲
甲台湾甲澎湖的主权已经经过啥物合约，还是条约，还是啥物协议，甲过户予中华民国，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甲进拢无。所以印证讲，君主占领袂使移转主权，哈。啊，所以唔是讲你占较久就变你的。啊，那安尼，我那来甲你租厝，啊那租68栋，租了就变我的嘛，无可能嘛。哦，这厝土地拢有所有权证，有主人。哦，啊你袂使讲，因为你来占领就变你的。哦，包括两个土地，吼农地合作伙，啊有中有田埂残花。啊，有个人会偷骨残花，骨，一直骨过。但是你若土地买，叫地政事务所来测量，买落啊，你嘛无啊，你还阁恢复原状，还阁行人吼、哦。所以这我用安尼做一个例啦吼、哦。啊，那么美国委托中华民国这流氓政府来占了台湾68年吼、哦，啊，因为2006年10月24日。咱秘书长林志升抗美案的判决，吼、哦，解读台湾军事占领的这个日期应该无妨啊，吼，啊，这就是美国一直咧等咱光军训练4000的这个人员，吼、哦，啊，加41万份的身份证，啊，这还佫需要大家做来努力，吼、哦，加亲戚好友，吼、哦，加招来这上课，但是爱招尽量招。较好的人才啦，吼！因为咱台湾民政府足欠人才，需要大家做去拍拼，吼！啊，这个我拢甲国当作讲是咧传福音啦，吼！啊，等于讲咱食好斗笑报，敢若讲啊，我落去食对一间牛肉面好食，我甲你报，哦，台湾民政府这条路线对的，会当救咱台湾，吼！用这个方式，吼，用这个爱心、听心、听台湾的心，哈、啊，来甲大家讲，应该。你的亲戚朋友拢听下落较对吼，好啊，我今仔就讲到这，下面咱休困10分钟吼，多谢，谢谢。各位台湾请起立。今日下课休困10分钟。